No hablar.来一块大肉。 口水鸡啊，看着有没有流口水的，流口水给个双击呗。嗯。惭愧入了大队，刚过去那个，刚过去那个，好，你们过来个双击。妹妹关关的青纱帐，妹妹关关的米粮穿呐。 妹妹关关的蝈蝈叫啊，玩的那么甜呐、啊！妹妹关关的花，毛肚、大肠。 好吃，来，头继续爆，全部吃光啊！双击啊！老铁们，现在啊，来一个小的包包头。 好几天没吃了，来个竹节生有没有B级恐惧症的啊？营养菠菜鸡蛋糕，喜欢的老铁看大昌的视频，叫他一发。 宝妈们可以给宝宝做一下啊！爆头！松花鸡腿啊，咱家的松花鸡腿里边是整个的松花蛋啊。 香辣蟹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好这口的？嗯，吃饱面了啊！双击666。 原汁原味的鸡翅啊，不好拿呀！原汁原味的鸡爪子。 宝宝们，海鲜小咖又开始吃了，种类挺多的，生蚝，传说中的小迷你啊。
海醋。鲍鱼。皮皮虾，很多种，想吃的评论哈。再讲完好吃的啊、哦，这是烤鸭子，还大腿。还有皮。大馒头啊，重点是它啊。这个八爪鱼酱怎么搭配都好吃，看一下，啊，纯八爪鱼粒啊。觉得我的肉做的真心有食欲的老铁，记得给我留个双击啊，这一块最好吃了。我来个焦糖的吧，肯定特别好吃，教程一发啊。嗯，一点都不苦，好吃。芝士嘎巴脆，香辣海兔，来牡丹的朋友们啊，大米蛋子 VS 腿啊，你喜欢吃大米的给我扣个一，喜欢吃腿的扣个二，有点大，大了好腿啊。发现了啊，还是我们吃货主播比较坚守阵地。你看现在不热门了，不上热门了，就是拍段子都不拍了，还是我们吃播一直还是在坚持吃。鲍鱼啊，麻辣小鲍鱼，大鲍出锅了。哎呀，哎，这鲍好啊，哎，太杠了，看大玲姐的手艺啊，怎么样？海鲜小咖，来一波。先吃个海兔子，海兔子啊，带子啊，龙虾尾，都是硬菜啊。再来个明明八爪鱼、啊、想吃的啊，想吃的老铁双击八八八，没毛病。还有鲍鱼，一锅一盘儿啊，龙虾尾。今天录个时间长的，迷你八爪鱼，麻辣大虾，三杯肉。在网上还有海苔啊，
谢谢啊。二斤装的海鲜小咖啊，你可以在家里面吃了，没必要铺张浪费，这一盒二斤够一家人品尝的。十种海鲜，十种对虾，小肥黄，海兔，迷你小八爪，皮皮虾，先不吃了啊。龙虾尾，花甲没有那么多啊。好多老铁，品种花甲太多，花甲不是太多。小香辣小虾蟹，鲍鱼，卖盐的喝淡水。陈哥还愿意吃这破的啊？煮破的入味啊，刚刚香。抹布卷儿，老铁，够不够大？看这八爪鱼的腿，等不及了，先来一口。美味，给个双击哦。中午刚干完活啊，来个海鲜小咖，吃点面条。啤酒呢？啤酒呢？还有扇贝、鲍鱼、大闸蟹都有。